过了吧？哎呦喂！哎，春明，苏萌嘛，他怎么没来呀、啊？大姐，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了？他们俩没打架，苏萌能不来吗？你怎么总让他过去？哎，不服？哪敢呢？苏萌他大舅，其实吧，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。涛子也猜了，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啊，这个春明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。没错，看您说的，真没我什么事儿。苏萌。这个就别谦虚了，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，刘老先生，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。就是，来刘老，我再敬您一杯。来来来，敬。哎，苏老，谢谢您，谢谢您了。跟舅舅碰一下啊。哎，刘老，其实吧，我们今天请您来，还有一件事想求您。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，业界叫什么来着？长眼啊，对对对，长眼，快拿出来呀、啊！刘老先生，您给过过目，好好长长眼啊。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。嗯，把门关了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这下可坏了，我妈正拿着我给她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他大舅鉴定呢。你赶紧把手机关了吧，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、啊、哎，他要真找你头上，你可得扛着呀，这事儿我可扛不了。哎，春明，你说快点，把电话关了，把手机收了。